这明显喏，那也开始去注意到伊可能的钱啊。唔对啊，唔是安尼，是你超过伊出现伫我面头前啊。哼哼，一个戆弟，你即嘛是咧创啊混？闪啦，闪啦你！ 哎呦，咱大哥是即摆是倒位王啊！一个皇帝，即摆马上甲我闪开啊！若无，我就扣你身罪！哎呦，一个皇帝，即马上甲我闪开啊！闪，闪开啊！若无，你都无加班费，闪！ 你今晚马上给我跑来，那无，你什么薪水，什么加班费，什么年终奖金，什么我哥拢无，你有听吧？跑来！哦，好啦，给。那你会使无？真好啊！以后上班吼，都保持安尼就对啊。啊？啊！我。以上，跑来。 是个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！林芬嘞，嘿，资料准备好未？哦，报告李总，我拢准备好啊。啊，是讲啊，等下会过一点钟嘞。我知影。 免你甲我提醒，哦，啊是李总，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我交代啊？等一下吼，你甲开会爱用的物件整理好势，啊，不过，即届你免去，交予你妹子。哈？想做，我爱去啊！因为我的李总语录内底有写，唔管我讲啥，你拢爱配合，这是命令。 哼，拍过来。哎，会议记录毋是特助的工课，谁哪会交予美金？我看哦，我最近甲伊去拜拜，啥物代志拢有，真正是。 那是主管会议，我是设计师，我去遐要创啥？郑俊义，你倒是讲，是毋是你工课平摊去互李总掌着？这害我要去做你的代志啊！哎，这个代志敢无伫代啦，你用你头壳想者，最近你有偌无用，我都偌无用啦。我该看你的进度，该家己去想别人开会，你确确代志一大堆，我哪有可能会当无非啦？ 真有够奇怪，哪有设计师去参加主管会议？所以李总的想法是阿黄想拢无。吼、哦，最近哦，我都唔知我到位得是着伊啦。
唔是叫我坐落，就是叫我闪开，无就是拍落。哪会这么侪招哈？拢唔知到位得是着伊，真正有够衰。闪开，拍落，这哪像唔是一般特助咧做的工课吼？你甲知影，我即个特助无好做。不管安怎嘛，无可能叫美金去做特助的工课啊，伤离谱啊啦！哎呦，我代志拢做袂了，搁得去开会啥计咯？我哪会这衰啦？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就伫要发表会啊，无得卡李总想要伫个会议上介绍你，互遐个主管认识啊，安尼嘛袂歹啊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好啦好啦，你就较巴结俩，嘿啦。以上以上。拍落啦！